今日好高興啦！AM 730喺 PR Asia 同埋鳳凰港股咧，頒咗傑出上市公司大獎俾寶新金融啦。呢個獎項咧係對寶新金融過去咁多年嘅奮鬥同埋成績方面嘅肯定，同時亦都激勵咗我哋公司咧繼續咧喺綜合金融服務領域上咧勇往直前嘅。寶新金融咧多年以嚟咧係以金融服務實體經濟啦，秉承穩健創新呢個經營理念啦，同埋同時間積極全面拓展金融領域嘅服務，從客户嘅角度出發啦，兼顧咗個人咧、企業啦。機構客户嘅不同嘅理財需求啦，例如一啲環球證券期貨啦、企業融資啦、資產管理啦、財富管理啦，同埋財務信貸，以及貴金屬一啲優質嘅金融產品同埋服務嘅。同時咧，我哋經常夥拍一啲享負盛名嘅國際金融機構啦，同埋服務供應商咧進行緊密嘅合作啦，提供更加多元化、個性化嘅產品同服務啦，令到客户喺財富管理、資產管理方面作出更謹慎、安全嘅安排啦，滿足咗客户嘅需求。另一方面咧，我哋都係走喺市場嘅尖端，積極拓展金融科技嘅業務，係希望喺線上同線下整合所有嘅業務發展，捕捉一啲新嘅商機。未來咧，寶新金融將會繼續立足喺現有嘅金融服務領域，積極善用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嘅優勢，為個人及實體經濟嘅轉型升級提供更加優質嘅綜合金融服務。